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叔三车 Project。今天带大家到屏东县车城乡的福安宫走走。车城乡的福安宫在 Google 评论有19707则，评价为 4.6 颗星。车城福安宫位于台湾屏东县车城乡福安村，为台湾最大的土地庙。建庙之初始称为敬圣亭，依庙方主张西元1662年建立。当地还传说荷兰统治时期，土地公已在车城立足。林爽文事件时，吴康安自恒春半岛追捕庄大田，后在此题祠勒死，而由当地义民首领等人立碑。学者何培夫认为此碑反映清廷威恩，印师的平乱措施。此碑曾收入于图记善恒春县志、明清台湾碑碣选集、台湾南部碑文集成、屏东古碑集等书。嘉庆年间，庙宇改名为福安庙，据说名称是为了纪念吴康安。咸丰年间，获赠吴喜阳城匾额。同治年间，刘明登率兵途经柴城及车城，时勒石庙壁。学者何培夫认为，此碑与罗发号事件有关。系事件后，清廷为防美军入侵台湾原住民族，命台湾镇总兵刘明登进驻廊桥（今恒春镇），剿藩固兵后所立。战后时期，庙址为车城乡福安村福安路51号。西元1951年，再度集资改建，经当时行政院长陈诚赐名为福安宫。西元1987年12月29日清晨，新庙殿举行启门安座大典，造价新台币1亿元，建坪400坪，楼高6层。屏东县长施孟雄与屏东县各民意代表出席，其停车场可容纳50部大型游览车。数年后，西元1991年9月，国防部依重要军事设施管制要点规定，将车城乡自海口饭店起，至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址的11公里范围，公告为建筑高度不得超过10公尺。此庙扩建后，取代了大南天福德祠，成为台湾最大的土地公庙。还有说，车城福安宫为东南亚最大土地公庙，也与北台湾的烘炉地南山福德宫及中台湾的竹山指南宫并称是台湾的三大土地公庙。后庙方想新建高达21公尺的香客大楼，因此在西元1996年8月13日，由总干事曾宝文去找县长吴泽元陈情，要求协调国防部能比照准许车城国中新建15公尺高的学生活动中心，同意新建香客大楼。新建香客大楼落成后，曾无水电，因当地的海前路才重修铺设好。依县府规定，3年后才可挖埋水电管线。主任委员陈根福遂在2000年9月25日率委员向县长苏家全陈情。屏东县政府于2015年举行屏东土地公文化学术研讨会，曾带人拜访此庙，大武力福德宫老皮老主持人。恒春地区早年流传五方土地公之说，要祭祀完代表西方的高山岩福德宫，代表东方的满洲茶山福德宫，代表南方的鹅銮鼻保安宫，代表中间的恒春猴洞山福德宫，代表北方的车城乡福安宫，才算圆满。
依庙方记录，清治时期车城地区发生严重瘟疫，土地公指示需请来大冈山朝奉寺的观音，在村庄内大街小巷绕境，瘟疫平定后决定将观音像长久留在福安宫内。村民定定三年一颗，于农历二月十九日开启一星期的扛轿徒步来回朝奉寺及绕境，直到1970年代因洋葱外销农忙不足取消绕境，仅留回朝奉寺的习俗。2017年恢复此传统。庙宇有一座金子放在炉口就可自动飞入的金炉，为庙宇设计师梁少英自认得意之作。报道讲在土地公生日那一周，出估一日可以烧掉三吨的金子。现在就让我们跟着镜头的移动一起散步吧。
他那只狗是不会讲话而已。找五百吼，啊，找五，你是伫天桥车，有咱车前辈啊，是对面卖卵的隔壁六号遐卖卵。哦，卖卵，哦，卖卵对面。